己画的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作为施工湖设计，这种深度就已经满足了要求。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给你的题目几乎都是没有太多的限制，或者说面积都很充裕，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去摆。那么实际设计当中，一般这个面积都是卡的非常死，所以你管道井一旦大了，那么你就会挤占其他的位置，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当的，咱别说最小的啊，只要能满足通风就行。啊，这个布置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问题啊，我感觉就是都已经是挺好的。唯一要说的就是这个卫生间，我刚才就说了，因为我有时候老把内容混了啊。就第一个就是说，摆放这个摆放，按照道理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这个没问题，我就说一说啊。第八，我说500左右，这个卫生间。中位所占的尺寸一般是900，那么最小尺寸可以做到800，一般标准图上给到850，那么它最强450，这肯定就是合适的啊，因为这是900的一半是450嘛，所以你再小你做到425甚至400也是就是也能通得过啊，这是一个我要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给出这个了还要给出什么呢？看下面吧，看我下面。就是给的尺寸，我看看，哦，我这个还，我看在哪里啊？就是说我这头是不？我因为这个是我修改以后的啊，一会儿我再说我为什么修改。就是我给尺寸的时候，你看它，你跟我这个给的尺寸比较，就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它距这个淋浴房的位置没给，那如果这个位置小了，人去了以后就不方便，比如说你动作以后，比如说一伸，那个一抬胳膊可能会撞上，所以这个尺寸，从详细设计来讲就要控制。所以这个，但是你从比例一瞅肯定够，没问题。但作为讲课，我一定要交代你，这个尺寸最好是把它都控制到，让它没有问题。将来你说我设计熟了，那我不控制，不控制你就不控制嘛，对不对？但你心里有数，这个东西是能通得过的，没有问题的。哎，但你说不准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尺寸怎么样给上，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啊，好了，那么我下面就讲我为什么要把这东西调过来呢？实际上，它摆放卫生间摆放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尽量不要让这个中位直接对着门，这是一个原则，但是也不是说就是。就非得要这样做不好。自己家的卫生间一般这种私密性，它从一定程度上要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改的原因就是说从流程上改的啊。因为比如说你去完卫生间以后出来要洗手，那么你就不必要返回去，就单纯的从流线讲啊。比如说我去里头卫生间，好，我上完厕所回来洗手。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面积小了，你怎么弄都有道理，也不算错。但是我讲这是一个流程流线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在以后设计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把这个改了。好了，这个流线就是什么呢？我这样的再返回来，是不是就是有问题啊？比如说再从比如说什么，如果我这卫生间一旦做成这种，一旦是做成这种，比如说我把它做成这个分隔了啊，我把它分割了。那么你看一看，如果我要一分隔的话，那外头有人用，里头就不能用了，所以会把这个扔到外头。那么将来你即使分隔一下，我就是说我这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从这开始分割，啊，我做，比如说啊，面积有的话分割，那你外头人使用的时候，我里头人同样可以使用。明白那意思不？这就是细节上的一个问题，它本身的设计没有错误，我只是说想从什么呢？从这个人。我老讲人的行为上或者这种使用上的这个，所以我把它做修改了。当然原先的没有错误，我只是说鸡蛋里挑石头啊。但是这不完全是鸡蛋里，这个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行为，人的行为是这样的。好，我先比如说到厕所，好了，我还得洗手，还得回来。那么这个就流程也是一样的啊，你看。我去回来就是一条线，我去回来我就不用那啥了，明白那意思没？差别就在这，别的并没有，剩下就是详细尺寸的问题啊。
这个呢，就是我好像没给动吧？啊，这也动了，这都是存在这个问题。还有这个，这样的，那这种关系就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啊，哦。这个就是大伙儿注意啊，当然这个是个特例，我说的问题还不明显，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印象，你所有的设备安排一定是根据人的行为去安布置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大家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好，那我再打开下一个啊，下一个那个，就打开下一个，这个我就先不关了，等打开以后再关吧。那下一个呢，做的呢，它也有它的那个，怎么说，也有它的特点嘛，所以我就把这个下一个打开也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修改以后的。那刚才我就说这个，比如说作业当中这种阳台有门的时候啊，这是原来的作业。啊，我先从厨房吧，咱还是按顺序的啊。我从这个厨房啊，就是布置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把它，我画了这么两个圈儿，这个圈儿代表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在这洗手，咱说洗手做饭的时候无所谓。如果说他在刷牙，就是正在那个洗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还要在这，比如说还要炒个菜啊，热个饭呐、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两个设备之间。有条件的话，要把它距离拉开一点啊，这样是合适。就我说这个布置这些功能性的用房，一定要把它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你这个东西实际很简单，你又在想，你早晨起来在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和家人的冲突是什么？你怎么去解决？这就是我讲课要受，就是说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讲给你，如果说就讲啊，真的布置你就布置吧，这个尺寸是多少？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印象不会深刻，所以这个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我圈这个圈什么意思？一般的话，上节咱们讲了，就是说用水的房间应该比四周的房间要低，规范规定一般低20，有残疾人使用的时候低15。这个是大伙儿经常不注意，老写20，一写20，到审出公司就算一条错误，回来你就得修改。所以这个是不能超过20，对于有残疾人的是不能超过15。所以说咱们现在已经学的精明了，什么学的精明了？我再写20，好了，到门口的时候我多写一句话，就到到门口的时候。我会一个就是那个慢坡过渡啊，我已经给大家上回讲了，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如果大家那上次就有人问说施工图应该注意什么呢？这就是应该注意的。实际上就是说图纸由于图形错误是很少产生，就是由于对规范不理解或者规范吃力不透而产生的问题。好，我说的是什么？就是说20就20，那好了，我在说明上说一条，20的时候到门口处我以这个。一个斜坡过渡，这个时候他审核的就到审图公司，他说不出你任何毛病，我15我也不要。上节课我说了，实际的20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地漏处是存在的，到门口处谁也没有。所以你自己回家你就会发现，厨房你并没发现它降板，都是一平过去的啊，这是实际。但是工程当中厨房你不做，审图公司不会说。降20要求这个主要是在卫生间，所以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布置也没什么问题，我圈上就是因为降了50，这个不用降到50。好，这个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上次我说那个好了，那个一般的厨房都会和什么呢？就这种服务阳台是结合的。这个时候你在布置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空开啊，这个就是作业，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空开，那么。这个地方开个门，人就进不去了啊。那么修改怎么修改呢？就是把它变成一字形。我画的这个就是将来这个地方可以放棍儿，可以放吊棍儿，可以放那啥落地这种棍儿。那这面呢，就是为了方便，因为流程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洗菜之前，可能就是说你那个摘菜啥都会在这个地方完成哈。那么这个地方空呢，就是说将来比如说洗好的菜放几个盘子都装好了或者切好了。
往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去炒，按道理来说炒完以后这个地方还要有个格子区，但是对于什么呢就是这种面积太小的就无法弄了，所以我就刚才就说，那么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风道的话怎么样就要特别注意，那越小越好，如果我没有这个风道我是不是都解决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你烧好菜以后比如说你方便可能喊说谁过来把菜端走，那没有人喊你先放着一个对吧，那头火点着可能还有下一个需要你去忙活，所以这就是说我讲这些就是把你的设计和你的生活行为结合起来，那么你的流程才会更加合理。因为我看上海有很多这个房子那厨房都非常小，这个流程你就行不成了，那对于家庭那你也只好是将就了啊，也只好那有条件就我说就像这种把它给它考虑到啊，你就说这面可以切也可以，因为家庭流程分的不那么细了，你可以摘到阳台上去摘菜，好这个地方就可以洗好的放在这切完以后呢，那么把你就可以把这个往这头靠近点，那么就让什么呢让它做完以后菜以后也会有个临时摆放在那就好了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刚才说忘了，就是有时候一说就想起来了，这个管景设计呢就是说基本还是比如果这是管景的话啊基本还是比较合适，就是说比如说管道来了以后比如说水吧，水上来以后会直接怎么样和着就到水了啊，上下水比如说都隔着出来了，好下水也隔着来了，那么还有一个煤气呢也有可能隔这个位置好进来以后就可以了，那么排油烟机你直接就出去，我画这些都是给你讲流程，想将来这个水道就是你布置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这些，这样的话对于你以后的装修或者其他都会有好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可以了。好了，那么我修改以后就是这样把这个地方打开了就是可以了，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另外一个注意这个阳台门的这个宽度规范规定是700，那么你就放是700，你不要去轻易改变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放到650了600了将来东西抬不出去了，当然呢老就是住户他不会知道，就觉得哎这门挺正常的，就是小了一点我拿东西不方便，但从咱们设计的角度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包括这个我就都给标上了。那么至于说管道布置这个实际最主要的是体现在什么呢，上一个我没讲啊，因为上一个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想了，但是我那啥一会儿我看能打开以后再讲，就是说你在考虑这个卫生间管道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考虑什么这个管道的走向。那么管道它分两类，一类是比如说就是说这种生活的和这个卫生间这用水说白了就是那个污染的程度不同，它会分管就是分两根管或者一个管啊。一般对于什么呢，对于那个经济适用房的话一般都是一个管道，那实际从卫生角度严格要求来讲最好是两个管，就是两个下水管，一个一般性的生活用水，一个呢是这种卫生间这个电池的这种下水。另外一个比如说啊这管道隔着它马又出现问题了，好这个管道方便了哈，就是说下水马上就可以进去了。那么好了，那么其他呢如果说这一个管就把这两个穿起来，那么这也是合适的哈。那么如果这个要是说管道不行，那么你还得怎么样，你还得设一个管，比如说这管有可能这么设啊，有可能这么设，这样距离最短嘛。那好了，这个管呢还得这么设，但这么设行不行啊，当这个三个管道隔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比如说我画这个竖管啊，那好了第一个下来那么第二个也下来，所以一般第二个下来啊我就让第三个，因为它一拐的话这弯头需要的距离就非常大，所以一般的话只有两层不会有三层啊，这个大家注意。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个管下来好把这个引进去，那这个还能不能往这来，不能来，这个就得通过它过来。这我讲的是一种说怎么说是一种极端的啊，就是说扯直线的。那么一般会怎么走啊，会这么走啊，就是会贴着墙边去走，管道这样过来这样过来是吧，
这个下水进来，这个下水进来，好，下到这里来，好，完这个管下来。如果分管道的话，那就是分管道是什么呢？就是，就我顺便吧，就把其他专业的这种相关的，咱们建筑说白了，应知应会的东西，好，那这样分就是最好的了，明白没？但是这种布置就是说，管道就是长了。将来吊顶啊什么的就，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吧。就我讲这个，就是说，希望大家能知道，将来这个东西，你建筑尽量能把它考虑到是最好。那么好了，如果是两个管，这管要设在这，当然是最好了。这么多一条线下来，这个这么下来，是吧？就省了这么一个管道，这是最好的。但是它多了一个竖向管道，这种做法应该是。对卫生标准来说是最好的。那将来呢，就是说你这个一般性的生活用水可以做中水利用啊、回收啊，就都会方便的很多。而这种呢，就是说直接就排到那什么，经过沉淀池就排到市政管网，由他去处理就完了。而这种在小区内设计个沉淀池就可以，比如说二次利用以后浇花啊，就是绿化，这个不是自己家啊浇，主要是给那个。小区的绿化用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将来肯定是发展方向，因为现在目前就是投资高，就一般的还都不想要去做，所以说呢就还没有推广起来，但将来肯定是发展方向。刚才我就讲了，就是说这个里头就是说这个都是带窗户的，所以它就没有设什么呢？没有设这个井道，就可以。要没有设井道的话，这个台啊，就可以留小点，比如300就行，啊，让这个尽量的宽一点。比如说这个盆啊，一般就是宽度一般是750，你咱们建筑留尺寸就留到750。那么长度呢，比如说它现在1米5，1米5是合适的。那如果我能争取到1米8是最好的。1米5的盆是躺不里去或者半躺，座位是最合适的。啊，1米5的盆儿一般会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呢在这坐着。那如果你给他1米8的话，他就可以躺在里头了。明白我说那意思没？他这种躺着就是1米5就是不太舒服。比如说你坐这种盆儿，那么你只能靠在这躺着，他腿可能还得蜷起来。我明白我说这意思没？所以它并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当没有通风井道限制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能把它扩到750乘1米8，就最起码人可以，很舒服的在里头。这就是布置上啊，对设备的选择，对其他选择。当然了，如果有通，这个是暗卫的话，那有通风井道，那你就逼得你没有办法了，这上就会有个通风井啊。通风井如果像这种通风的话，比如说是单井道，就是说一个啊，双井道就是这样的。好，你自己通风隔热。完，它经过一个这个，就是说主气吧，或者什么措施，就是说会进入到这个主风道里去。这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地方，它是会有一个什么逆止器，类似逆止阀，防止每一户倒风倒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们就反过来看，那么这个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外窗以后，就不用去设这个风道，就是排气道啊。这个大伙考虑都挺好，最起码这个管井啊，就是这个管道井啊，这就不是风道了，就是说都考虑了，所以这个还是考虑比较细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啊，因为我这个原图我没保留啊，这个呢，原先呢，在做的时候呢，它这个门呢就是。是往这个方向来了啊，大致是在这个方向，啊，大致是这个位，这个、我改后我忘了把原图保留了啊，我画的那个极限了啊，那么这么一布置以后，你就发现什么呢？当然了，你这个门这个开启线没有扫到这个，但是由于这个尺度比较小，那么你这个人进来又要开门，好了，如果这个门没开的情况下，你那个人进来转身。都没有，就是你转不了身，这个门你关都关不上，明白吗？自己把自己挡住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布置的时候，尽量让这个门靠边，我把这个去掉，让这个门靠边。靠边以后什么呢？这人进来以后，
最起码我就是说这个门啊，你假如你不可能说一天我为了进这个门再把这门推开，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给一个人一个尺度，我能站在这个地方，回手把门关上，明白那意思没？所以你布置的时候要注意，你这个门虽然没有东西，但你开启的时候这门是开启线是搁这走的，它开这门在开启关闭的时候，这人是不能站在这里，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什么呢？就是可缓冲的空间。一侧身，他把门拉开就出来，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大家就知道哦，这个。